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托马斯小火车的新玩具，我们来把玩具拿出来吧。我们有一辆托马斯小火车，这是一辆非常大的小火车，我们让它在轨道上跑起来吧。托马斯还有一个大车厢，我们帮他接上去。我们还有两个油罐头，我们让托马斯把它运走。我们来把油罐头拿下车。我们还可以让猪妈妈来坐小火车。我们让猪妈妈下车吧。